我比较担心我自己嘅，陈家洛做乜鬼咁担心佢自己呢？事关呢日英皇电影发行嘅新片《寻龙诀》举行慈善首映，我哋就见到早前被男友洪卓立怒爆公开问价事件嘅汤尼啦，而同两位都非常老友鬼鬼嘅陈家洛就话一啲都唔担心汤尼啊，反而系。我比较担心我自己嘅。点解？你哋睇下，陈家洛仲透露，自从半年前拍过艾滋病题材嘅宣传片之后，成日都会被同性朋友骚扰添噃。Facebook 同埋Instagram 成日都会有啲外国嘅朋友系叫我同佢伴游啦。伴游咁就即系都系外籍人士。外籍泰国比较多。其实陈家洛同 model 女友都拍咗拖一段时间啦，感情非常稳定啊！我谂佢咁多位嘅疯狂 fans 都系冇机会噶啦。佢都唔会担心我会接嘅，我谂，所以都佢都唔紧张我呢方面嘅，系因为真系唔担心你突然间转机。佢担心我系冇咁嘅。就冇咁嘅收入而去做，系咪你意思？唔会嘅，我 OK 嘅，OK 嘅，系会照顾到佢嘅，系。